史记一至一百三十卷二，史记卷一，本纪一，五帝本纪集解。凡是徐氏义，称徐姓名以别之。余者西氏应注解，并及西加义。所引纪者，纪也。本其氏而纪之，故曰纪。又纪礼也，似有纪。而帝王书称纪者，言为后代纲纪也。正义正玄注中后弃沈图云，得和武帝作新者，称帝。又昆凌图云，得配天，在正不在私，曰帝。按太史公一世本，大代理以皇帝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虞舜为武帝。乔州、应绍、宋君皆同。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尊世著世，并以伏羲、神农、皇帝为三皇，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为五帝。